今晚慈善美国华人慈善协会主办为世界饥饿儿童筹款的慈善拉斯维加斯现在正式开始我们曾经邀请赌神高俊先生做我们的主礼嘉宾高山虽然退出赌坛他仍然派出他的首席弟子 Mr. Michael Chen 做我们的主礼嘉宾现在有请 Mr. Michael Chen 家私已經退出賭壇但家私曾經說過無論關於任何的慈善活動我們都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你說話啊什麼叫賭神啊現在什麼東西這麼厲害啊不是老千仔師兄不在這裡搞個陣這個香港來的新移民叫做私恩大好串啊不過不用理他我這麼大個兒子還沒見過串人今天你就見到了 如果你有料的就送些卡片給私隱看看如果有人肯捐錢的我無所謂的嗯是你說的我們這班人就最多錢的了現在一人包一張桌如果你有本事的在一鋪之內限好10萬在我張桌上贏到100萬的我就給多1000萬你如果不行的呢你師傅 不要叫賭神叫賭屎神咦四副牌什麼想縮沙賭場規矩我要咳牌好就這裡10萬好我殺你 再分16隻煙在一起再分分這麼多份牌怎麼算一門啊 一門牌分多少份都是當一門而已 你只有1份17點 其餘都是3344你死硬啊派牌好我一攻搞定你攻 哎呀哎呀家陣玩21點不是夠大的你輸了這裡16份牌每份10萬即是160萬另外你捐1000果然是名師出高徒師傅稱為賭神你這位 Michael 巡迴世界為慈善出力的高徒可以稱之為賭俠 阿叔啊面淋晒啦因住啲汤滚死晒啊得未啊碗面都6成個月嘅你真係不緊啦衰仔哎呀餓鬼咁你真係你先攞出嚟啊不如你做咩頭啊人頭啊六合彩開了等於第一次十八差點都中了3個號碼喂喂喂帥仔不要吃著幫阿叔用特異功能捽捽他6個號碼都中了彭同你說100次都有我用特異功能贏回來的錢只可以做善事不可以花的若然花第一次就衰第二次就糟糕第三次就沒命了嘛喂
头一次我哋一大档赢咗钱之后，即刻俾人打就够当黑啦。唔系点解上一次赢咗成千万都即刻捐做善事啫？如果我哋今次够胆再用啲钱嘅话，就真扑街噶。阿叔系都唔出街，咁啊点扑街啊？啊？咁你即系都唔信我咯？呢啲就系上次捐剩嘅钱尾，王晶姐姐。咩事啊？嗱，大家同屋共主有嘢益你啦，今晚你唔使翻大富豪。你养我啊？冇错，呢度啲钱都全部俾你嘅，今晚你净系陪我阿叔得啦。哇！你发达啦？唔系啊，发姣啫。唔好嘥时间，唔好嘥时间。嗱嗱声啊！有冇搞错？成日抌男人底裤落嚟，屋企冇女人啊？喂，星啊！一成两叔仔一齐冲咧。喂，去边啊？大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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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话扑硬噶啦，你而家信我咧？仲未仲未仲？咦咩啊？扑街啦！唔系啩？哎呀！人扑你扑，你又会扑到好似个阿叉咁嘅？每个人都有啲地方系特别脆弱嘅。阿叔就啱啱喺正个头度，你吹得我涨咩？吹唔涨，你而家咁有型，点敢吹你涨啫？你唔食噶咯？有啦，咁食面新招嚟喎，系叫咩名堂啊？咩啊？呢招阿叔自己创嘅，吹得我涨咩？嗱，衰仔，话时话，以我哋两叔侄咁嘅人才，有咩理由喺处挨公仔面啊？系，虽然你赢翻嚟啲钱唔可以攞嚟使啊，既然系咁，你不如真真正正学赌术，到时咯，赢尽天下嘅黄金美女、靓姐靓屋，九七之后啲大佬走晒，阿叔神做李嘉诚。好啊好啊，我做郑月玲，郑裕彤啊，哎，咁我跟边个学好呢？赌神，冇错啦，就系赌神。只要你做到赌神嘅徒弟，到时你就可以赢到飞，赢到开行，以后养埋阿叔过世都得啦。阿叔，我冇话过养你噃。哎呀，你有冇读过书啊？吓，有冇听过三叔为父，三婶为母啊？我净系听过爹亲娘亲都不及毛主席亲嘅啫。乖啊，总之你做咗赌神嘅徒弟咧，咁就一天都光晒啦。话做就做啊，点做？写封信话佢听我好仰慕你啊，收我做徒弟啦咁啊？而家仲边有写信咁老土噶？梗系拍 video 噶啦嘛。咩号啊？video 咧就真系六像。七像都冇用啦，我哋都唔知道赌神喺边啊！咁啊系，喂星啊，你咪可以睇穿墙嘅，不如你用睇穿墙功力睇下而家赌神喺边。但系赌神唔喺隔篱屋，可能喺好远噶嘛，除非用天眼通啦。你边位啊？我阿星啊。你做咩啊？松弛紧眼部神经。俾你吓得我啊！你真系啊！而家开始。哦，开始啊？点啊？看到啲咩啊？我见到赌神。哎呀，赌神而家喺边啊？佢赌紧钱。喺边度赌紧钱啊？做咩？做咩？做咩啊？冇事。哦。睇到咩？睇到咩？睇赌神。佢攞住咩？佢攞住咩？赌神着对花袜。做咩事啊？有人开枪，子弹横飞，跟住乜都睇唔到啦。哎呀，唔怕唔怕，你用你天眼通再睇过。哎呀，你当我神仙咩？只可以间中睇一次噶咋。哎呀，咁点算啊？啊，唔怕，我听人哋讲赌神嘅徒弟呢几日会嚟香港，我哋拍一饼录影带先，然后叫佢交俾佢师傅咁咪得咯。得唔得噶？拍住先啦，开始啦。赌神大人师傅在上，细佬阿星在下。细佬三岁过澳门，四岁入葡京，五岁都赌到变成精，六岁就学人行老正，点知七岁咧输到冚家拎，今年行年廿七都仲系一事无成，咁啊想话拜于赌神门下咧，能够学到一技傍身。咪住咪住，你拉出条裤链有咩意思啊？我啊想吓吓赌神，俾个下马威佢啫嘛。阿叔你都吓唔到啊，收翻埋佢。哦，好嘅。喂，头先你暗暗沉沉咁唔得喎。转能力噶咯。尽咗能力先唔得。
俾次機會添啊！冇機會啊！等我叔示範一次你睇啊！好啦，換位啊嚟。嗱，過嚟揸住部機啊！哦，慢慢搖上嚟，影住我頭。俾心機學嘢啊！知道。Action！赌神师傅大人，敬启者，小弟摩罗星。阿叔，你有新技啊？唔玩啦，正经啲啊！小弟摩罗星，行年27，一事无成，幸好心术还算良正。愿阿师傅你收我为徒，等我有一技傍身，他日行走江湖，锄强扶弱，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捐躯，为自由爱自由，自由万岁 ！Cut，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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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记名带过去。咩记名带啫？而家你拜师啊，定我拜师啊？照我版本做一次。唔係啦，我諗年中可能有1000多百合呢咁嘅大忌俾佢，人人都係咁做喎。真係，我哋要與別不同，就不如搏一搏啦。搏一搏。昨日我菲律賓工人行過街市，聽到有個麻魚佬講話，有條友仔叫做賭神，係你。我當堂嚇跳，然後得啖笑。這個世界居然有人自稱為賭神，咁即係分明當我流啫。嗱，我叫賭聖，你賭啤都要戴隱形液晶體眼鏡啊！我啊睬你一嘥氣，直情睇穿牌嘅，呢就叫特異功能。呢度有隻煙屎。只要我輕輕一啜，就即刻變為一隻巢咗嘅煙屎，因為我未發功啊嘛。我發咗功就變副麻雀出嚟都得。你話我果然無厘頭啊？我就話你瞓醒戇狗狗咯。望咩啊？條氣唔順就發個輪嚟，大家研究一下。當然你要補翻100多萬個，我就唔再講噶啦。啤咩啊？學嘢唔使錢啊？抄低個聯絡電話係香港334567878，我再重複一次係香港334567878。你唔揾我，我冇所謂，因為呢啲係你嘅損失。10:00唔好打嚟，因為我瞓咗。發神經。一年唔見，你已經學識曬賭神嘅賭技，仲得到賭俠嘅愛好，叻仔嘅。過獎。我哋今次翻香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行程是由上山先生安排。哦，这样就好了，没人知道我的身份就是赌侠。迟两天我会开记者招待会，向外界介绍你和慈善赌场计划。是的，刀仔，你间屋住得舒服吗？哎，我就是想问下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可以买到这间屋？这间屋以前是差住的嘛，他还经常放狗咬我。我那时候很穷，就是住在下面的丁屋里面。每一晚我就望着这一间大屋，然后就跟我女朋友说，终须有一天我赶晒他们落下面住，然后我自己一个人住这里。果然美梦成真。一个人只要俾心机揾钱，冇乜嘢事是冇可能的。这间屋以前是个火韦特人住，伊拉克打火韦特之后，他就破了产，于是被我买了。喂，好啊，你过来。喂，边个嚟噶？龙九。龙九边个嚟噶？我是龙五，他是龙九，你说他是谁？咁得意嘅讲嘢咁深嘅，唔明。喂喂喂喂喂，日本有咩靓级？带我饮杯酒咧，嗯？你师父吩咐过，啊，叫我唔准带你封住场所，亦唔准介绍女仔嚟食，费事你整臭赌神两个字。我试下你咋，果然系我师父好朋友，一啲都冇破坏赌神嘅名誉嘅。我有啲事先走，有乜嘢需要同我手下讲得噶啦。
系，晒尽人啦，系，晒啦啦。喂，乌鸦，唔该你。大佬，大佬啊。系啊系啊。喂，我间屋点啊？楼下租咗俾人啦，楼上我自己住紧啊。哦，喂喂喂喂喂。你帮我即刻 call 我条女嚟，我而家喺山上嗰阿叉嗰间屋里边，快啲啦！你条女嫁咗人啦，大佬！我条女嫁咗，我识一条身材好好嘅正菜啊，佢一路都好仰慕你噶，我而家即刻 call 佢嚟啊！喂，郑云姐，嗰、那个你先啦，喂，行啊！你哋唔入得嚟噶，啊！喂喂，你哋边个啊？喂！你一定是我师兄赌侠，细佬赌圣。咩事？相信你同师傅都睇过我寄俾你嗰柄 video。啊 video， 以我咁嘅人才肯摆入你哋门下，我除咗讲恭喜之外，都唔知应该讲啲咩好恭喜。恭喜恭喜，嚟有。嗯，呢边点？嗯，吓。师傅几时翻嚟啊？好鬼衰噶，你啊眼金金咁望住人哋，望到人哋心都乱埋啊！虽然我今日件衫啊靓啲，系啊系啊，嗯，冇噶，系啊，嚟嗱，做咩啊？永远唔好俾对手知道你谂紧乜嘢。咁我谂紧咩得噶？你谂紧乜嘢我唔知，你想知问下只招啊？哦，我明。呢度虽然大啲，好在布置都几骨子，不过就唔系人人都可以炸烟屎。四条烟，各位观众，五条烟，厉害，好嘢好嘢，不过你又玩得太多啦，失陪。咪住，呢话我哋各有千秋，不相伯仲。哎呀，我谂我哋要再赌多铺。如果我赢咗嘅话，你要即刻带我见师傅；如果我输咗嘅话，以后唔好再嚟烦我。想点玩？一人前一只斗大。好。你系客，让你先。啊，请。开牌啦！今日你似乎冇乜运喎。系咩？你就算有运，都未必赢到我。系好难赢你唔到啊！你只牌喺我度，咁都俾你换到只牌。厉害，咁都俾你变到只牌，你啲特异功能都厉害啊！不过只系旁门左道啫。哎呀，过奖过奖，赌神师傅能够收到我两位徒，一定会开心到极点啊！唉，见到你两个真开心。师傅唔喺香港，失陪。喂，咩事啊？我冇，嗰两个玩魔术嘅，系都要见师傅，死都赖喺度唔肯走。我哋见唔到赌神师傅，誓不罢休。系啊，打死我哋都唔会走。好易啫。赶人走要用最直接的方法。咁得意嘅你，
仲敢嚟？我系唔使解释，跟入嚟。你千祈唔好咁嘈，静静鸡上二楼，中间嗰间房有张大圆床嘅，你中意洗白话就洗白话先，我斟杯靓酒俾你吓。喂，哇，女人之中你都算好打喎，足够对付你呢种色狼啦。咁又未必，吓咩事啊？阿哥冇嘢吓，阿哥，我个妹龙九，香港政治部嘅高级督察，上次女王嚟都系佢做保镖，一睇就知啦，两个都黑口黑面嘅，佢就赌神嘅徒弟。我叫 Michael， 好听啊。你叫龙九啊？有冇英文名噶？靠乱，靠乱。查实头先嗰啲咧，就系一场误会嚟嘅。我唔系你想象中嗰种人嚟噶，我系高贵大方脱俗嗰一类型人嚟，系啊。大佬，嗰种吓。喂，大佬，精彩到啊 ！Fantastica， 讲掂咗今晚唔使翻屋企瞓噶啦，正嘢嚟噶。你系边种人啊？哼，仲翻呢度？你唔怕今次佢哋用手榴弹啊？所以千祈唔好用武力。今次我哋嚟系要争嘴同佢对话。对话？咁咪即系讲数？唔系。我哋阵间搞到佢鸡犬不宁，冇觉好瞓，咁佢自动都要出嚟同我哋倾偈啦。系嘛？你个笑话好笑嘅，好笑啊，大佬。喂，有冇听过嗰个笑话咧？冇，我未讲噃。我从来都唔听笑话嘅。得意。我斟杯酒俾你啊。唔好意思，对唔住啊，阿斯密马斯，个杯会走嘅，我斟个杯俾你。唔系啊，可能张台斜都唔定啊。今日大家要小心啲，今日嚟嗰两个人一定有目的，唔会就咁罢手嘅。喂，佢话边两个啊？我哋啊，听到啦。他哋两个今天都吓到鼻哥窿都冇用，我想他哋不会再嚟嘅，系咪？嗱，咁样，唔好讲佢哋啦，我哋食饭啦。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总之你硬系就睇我唔到。我想他们走了。唉，这样都知道我们在外面，都不知道是不是听不到。真的当然了，他是赌神的徒弟，色仔都要听，当然听到了。喂，听刚才你两个面对面，你眼望我眼，他都完全看你不到的。加上我用了特异功能里面一招极高的境界，什么催眠，是要影响了他们的脑电波，令到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仲有更厲害嘅就係話，一經發功啊，係可以令人產生各種嘅幻覺。係咩？喂，而家玩嚟睇下。你係只狗乸，你係只狗乸，狗乸，你係只狗。超。喂，大佬啊，嗱，你跟咗師公成年咁耐啦，你一定識得變只衫仔出嚟嘅係咪啊？嗱，你而家教識細佬，等我揾餐食得唔得？三。唉，又是变唔到啦！我跟咗师傅成年啦，都学咗佢九成嘅赌术噶啦。原来变只衫啊，系至高境界嚟。我到而家都系十次一两次得噶咋。师傅话我唔得集中，所以唔可以得心应手。咁难嘅咩？系啊，切，净系识得其他赌术已经赢到开巷啦，借多少使住先咧。度俾你，我仲穷过你啊！师傅吩咐落啊。所有贏翻嚟嘅錢95%要嚟做慈善，得5% 可以擺落袋嘅啫。哇！咁咪10蚊即係得5毫子落袋？係啊，所以咪咁窮啦。
嗨，咩事啊？哦，冇，今朝嘅事，我觉得好唔好意思。啊，听晚得唔得闲食饭？嗯，我听日要同港督夫人去东南亚做亲善访问。哦，咁就啱，你更加要珍惜今晚。嗯，我已经有未婚夫噶啦，你悭啲啦。多谢。千祈唔好有鱼嘅感觉，只系咁冇 taste 啫。好，等你试下幻觉嘅滋味。乜、你真系嬲噶？唔系啊，唔系咪翻入嚟咯？你嗌嘅啫喎。快啲啦！送俾你。最喜欢就是啲花开得咁灿烂，喜欢就好啦。所以啫，我哋要珍惜今晚。诶，唔好咁，洗白白先。我去洗白白啦吓，好快就翻出嚟噶啦。好，等你。你不如上床等我啊。好。你做咩？啊？哦、你喺度做乜嘢？你知唔知你入错房啊？啊？你知唔知你瞓错人张床啊？你咁中意瞓人张床，我就成间俾晒你。呢、這个世界就嚟世界变噶啦！你唔好以为杀手就可以乱入人间房啊！唉，客家占地主，明明系入咗龙九间房噶，唔通撞鬼？你睇我唔到啊！你你睇我唔到，你吹我唔涨，你掹我唔长，大笨象揸支枪，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睇我唔到，睇我唔到，咦？啊呀！哎呀！哎呀！你好，即刻走啦！俾我再见到你，你揾差人拉你噶。师兄，我哋只不过嚟拜师啫，你何苦咁对我哋咧？你讲够未啊？我要讲，我系都要讲。你打死我啊！你就算擦我眼、劈我喉咙、啄我鸡心、撞我，呢度唔打得噶。若然你系唔应承我，我就一生一世咁跪喺度，跪到个死为止。你应承佢啊？你而家盘皮啊？唔使理佢，我哋翻去。唔该你啊，大佬。唔该晒你，帮你帮下手啦。如果唔系真系好惨啊！唔该你，我唔好烦我。唔该你帮帮忙，我求下你，我求下你。走咗啦。我知。喂，真系说跪天光啊？跪。哦，佢忌财咁解啫。啊。所以我哋一定要有耐性。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契爷。彩欣，上诉枢密院件事点啊？未点啊？陈生，对唔住，我哋已经出到三度 Q 试，但系都驳回。你哋未入嚟，我都估到噶啦。高进害我误杀罪名成立，坐五年监，我唔会俾你好过嘅。赌神高进而家好似缩头龟咁，匿埋咗喺南美嗰度叹世界，想揾佢都好难。但系听讲，佢个徒弟刀仔已经再出江，仲有个花名叫赌侠添。我哋首先就要向佢卖身。咁你想？我唔单止要赌神身败名裂，
我仲要过佢一度，用佢个名签尽东南亚所有阔户。契爷，偷下鸡都得啩？好辛苦噶，唔使跪到咁足啫，系嘛？要噶，夹住噶嘛。佢想试下我哋嘅耐性咁解啫。喂，咁你自己跪啦。我而家去摊茶，摊完茶执啲糯米鸡你食下。以后唔养你。唔好。小心！吓，等我哋。快啲走，我掩护你。烧炮仗唔系，好似枪声嚟嘅，系都假嘅。假嘅？唔系啩？门都爆晒，啊？你惊咩啫？家阵道门爆咋系嘛？唔系你爆就得啦。你了解唔了解啫？了解。诶，做咩事啊？嗱嗱嗱，冻我爆啦！冻我爆啦！假噶啦，痛唔痛啊？痛啊！咁即系证明佢哋试紧你啦。咁又唔见事啊你？你啱，我哋走。接埋水針，留翻佢條命可能有用。係，跟我上落去啦，我帶你翻我以前住間屋啊。喂，喺呢度啦。佢哋嘅手點啊？喂，大佬，咁多人追殺你嘅，你好多仇口噶？係啦，咁大鑊噶，我點知啫？喂，冇講咁多。又去坐。
你做咩？你嘅思绪好凌乱。你点知噶？我揾只手指掂你嘅头，知你谂紧乜；掂你嘅嘴，知你食过乜；掂埋你只手，知你摸过乜；再掂你嘅……切，咁都信？喂，喂，姑丫，喂，喂，你仲就嚟我间屋做乜嘢？我已经睡咗啦，煮咗你散脚，你仲嚟做乜嘢？你喺度煮？呢间我祖屋嚟噶，你嘅屋。大佬，喂，大佬咩事啊？我走。头先有人嚟杀我哋，等我打个电话先。嗰个电话我嘅，电话都唔俾打。楼下租咗俾人噶啦，我喺楼上住，上去楼上打啦。唔好，我唔信，摸嚟唔透。喂，有冇龙五消息？唔该晒，麻烦你哋。唔该。搵唔搵到？系啊，四围搵过晒都唔见五哥，仲连上山先生都死埋，只有佢知我系赌神嘅弟子。死咗。系咧？点解佢哋要追杀你同龙先生嘅？你问我，我咪边个啊？我有个办法搵到五哥，但系唔知你信唔信？我知我知，系天眼当错。是天眼通。我见到有间酒吧，有个车嚟。系啊，五哥喺架车上边，有两个人用布袋笠住佢，抬入嗰间酒吧。好一个五哥，虽然系晕咗，依然保持住风度翩翩。哎呀！边个打我？我啊，间酒吧叫咩名字？系梦罗，喺呢度。喂，呢度啊，入去啊。诶，入去。阿、师兄咪住。咩啊？你个样黄晒，你知嘛？唔系啊，唔系话你啲黄啊，系话你而家容易俾人认得，入到去就打草惊蛇嘅。系啊系啊。不如等我哋两个入去先，一有啲咩事上嚟就大声嗌。好啊。喂，你喺度等啊。收到。要咩啊？你有咩啊？我哋乜都有嘅。五加皮双蒸24味凉茶维他奶沟埋，再打只龟蛋落去搅匀，再加多两滴麦汁，有冇啊？有。全场一人一杯，我请。哦，系啊，我自己要杯橙汁噶。哦 ，OK。去咗边啊？你知唔知我揾得你几辛苦啫？我唔系演梦，你认错人啦。你咪讲笑啦！你唔系演梦，仲会系边个得噶？我叫做梦游，呢一间吧系我开嘅。你真系唔系演梦？喂，你真系唔系演梦？我以为啲后生仔冇经验，先至会用啲咁旧嘅桥嚟识女仔啫。估唔到你咁成熟嘅男人，都会用啲咁旧嘅桥嚟识女仔啊！唔系，我唔系咁。你成熟？我成熟。坐啊，坐啊。对唔住啊，小姐，我可唔可以睇下你架底？我一向咧都觉得啲男人要有须又有肚腩，超过40岁先至有男人味嘅。唔似啲花靓仔着埋啲 T 恤五颜六色，仲戴埋只卡通表，一啲男人味都冇。咁啊系，咁啊系。诶，你中意饮乜嘢啊？我请你啊。我要。系啊，我咧就要一杯。你帮我叫两杯 tequila。
唔該。去啦。哦。先生，要啲咩啊？你攞杯咩啦？好啊。絕世大人夢。音樂會我都成日去。啊，啱唔啱啊？夢羅小姐話有啲唔舒服。夢羅小姐話唔舒服，我送佢翻去先。你留喺度啊。嚟。做咩啊你啊？叫我长脚，人都话唔系耳梦，系梦罗咯。有个梦字都唔应叫啊，系嘛？哦，镬镬梦都系你。阿叔佢净系餐餐得个梦遗啊。阿叔今年硬兜兜四兜啦，你当敬下老，等我发翻个靓梦得唔得啊？嚟行开啦，我哋行啦，小心啊！喂，上车，拜拜。逝去感情如何留得住？半点痴情遗留殊不易，更多凄凄惨惨的遭遇，我不知道。冚家铲，你叫我啊？系啊，早晨。你做乜嘢啊？琴晚又唔瞓，而家一大朝早又嘈喧巴闭，你做咩事啫？究竟咩事啊？我唔想讲嘅，但系我而家系冇计，我冇法子，系冇人法。唔话你听，琴晚我三叔撬我长脚，佢撬我条女，佢先天性咸湿，佢无良，佢迷人。你讲紧啲咩啊？你呃我喎，你话去搵五哥嘅消息。原来同人争夫合做收场，以后唔好再同我讲嘢，话俾你听。听我讲咪，听我讲。嗱，你听我解释咧，呢铺对我嚟讲好紧要啊嘛，呢铺我初恋嚟噶，我成世仔连女仔面珠灯都未锡过啊嘛，正所谓。你唔好再同我讲咁多嘢啦，我谂你半个钟头唔讲嘢会死噶。你错啦，我唔会死噶。如果你半个钟头唔讲嘢，我就乜都得。好啊，你话噶。我就同你赌铺，我半个钟头唔讲嘢，你即刻带我见师傅。好，好，诶，哎呀，原来呢两级烂咗嘅，唔怪得唔踩落去啦，你阴我唔到嘅。要帮手出声啊！嗯，点啊？唔使啊，唔讲就由得佢咯。人喂，星啊，星，阿叔而家去边啊？阿星啊，大哥做咩啊？咁早又帮狗啊？星，星啊，喂，刀仔，见唔见阿星啊？喂，冇事嘛？啊！你讲粗口？喂，冇得罪你，做咩讲粗口？
你讲啊，琴晚去咗边嚟？喺望罗记。喺望罗记做乜嘢？系食蛋挞。哦，系食蛋挞咋系嘛？仲有，仲有乜嘢？吓，饮奶茶。系咁咋系嘛？系咁啫嘛。发神经嘅，人哋都话系梦罗，唔系耳梦咯，都话有个梦字都唔得啦，咩唔得啊？两叔仔都冇情讲啊，仲谂住翻嚟同你商量，希望你改一半特异功能俾我添，嗰半俾你，食蛋挞食梦啊你啊！特异功能有三大禁忌，第一，不得用嚟搵钱作乐。第二，不得奸淫妇女。咁男人呢？男人得。哦，我唔会。第三，未散功之前不得讲粗口，禁忌一犯，功力尽失。由于你嘅功力系由我传授俾你，所以如果你破戒嘅话，就连我都会丧失功力。你放心啦，我优惠完翻嚟还翻晒啲功力俾你噶嘛。走啦。咩？由于你啱啱有咗特异功能，所以一定要做一个试验先。虽然特异功能唔系人人都可以有，但系你记住。就算你有啊，个样都千祈唔好嚣。我冇啊，你把声好嚣啊。冇，你快啲嚟啊，嚟。好啊，预备啊。哎呀，点啊？喂，点解唔得嘅？仲话唔得，都专碎到韭菜啦。但我爆晒光喎。应该噶，咁样窝内就系头都爆噶啦，系嘛？咁系，又话做个试验嘅。系啊，我想试一试啲砖嘅硬度。就找你的头帮手晾住下啫嘛，基本上呢个试验同你的头完全无关噶。哦，可以去沟女啦。好彩同我头无关，唔系打落我的头系凄凉咯。傻啦，点会打你的头啫 ？Hi， 大哥，系你啊，入嚟坐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食啦，食啦。诶，点解咁多人喺你屋企食蛋挞嘅？哦，佢哋系我酒吧啲熟客嚟嘅，成日上嚟追我，烦死人！佢哋啊，个个恃住自己有钱，赶佢哋都唔走啊！我帮你赶佢哋走。唔得，赶佢哋走，我咪冇晒啲生意。咁啊系。系咧，寻日咧，你话俾我听你有特异功能嘅。系啊。咁不如同佢哋赌钱，赢晒佢哋啲钱，等佢哋冇咁得戚啊嘛。咁啊，赢翻嚟嘅钱唔可以使喎。诶，我唔使咪得咯，好啊，星仔，星仔过嚟啊，做咩？系啊，赌神传人创立赌神号慈善赌船，明日召开记者招待会，一定系嗰次冒型嚟噶，但系佢点解要咁做？我谂佢想利用我同师傅嘅名去呃班有钱人，以为真系慈善，到时用少少千术就可以呃晒佢啲钱，咁都得？唔怕，趁佢开记者招待会，我哋上去一嘢踢爆佢哋。唔得噶，我哋咁嘅身世上到船。冇人信我系赌侠，你系赌圣。如果到时真系赌起上嚟嘅，我哋需要本钱，我哋要揾啲钱。去边度揾钱呢？我有个朋友开大档，不过需要你帮手。嗱，吓，你留低喺呢度，听到我嗌咧，即刻去报警。得啦，大哥，唔系 Michael 哥，九哥，九哥，嘿，赌仔。咁耐唔蒲头，周老啊？唔系，我翻大陆做生意啊。顶你个肺，盲嘅咩死残？嗰个我表弟啊，大企业家好搭水噶。我哋以一添作五，作咗佢笔钱。喂，上次系表哥，今次系表弟，上次争啲输咗俾你个戆居表哥啊。唔系，你睇下佢样，仲戆居过我表哥啊。兄弟，你贵姓啊？我妈姓王。我问你啊。我表哥 Michael。我问你啊。我 Michael Jackson。诶，喂，你老表真系九唔搭八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喂，都八加六定都排够先啊？睇睇先啦。八加六铺张毡嘅，张台怕冻啊？使我话俾你听啊？唔得咩？想赌咩先？我想赌 pair。仔度啊！哇！你会唔会同一个老母生嘅咧？都似啦。嗱，每人啊五十万筹码，
我派牌。兔皮，同花顺，多谢四条，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晒多谢吓，成做紧个，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哇叻喎，赢咁多钱，我有冇份噶？有，攞去洗攞去洗。大哥，咩事啊？杀你啦！我发个誓，唔俾人喺我面前讲晒冷。喂，你出完未啊？出来追都唔会变第二只噶啦！去咪去？咪住咪住！睇睇先，睇睇先啊！哇，你好大汗。我知道，帮我抹咗佢，唔该。啊！大佬叫啊！报警！咩事啊？冇嘢。我突然间唔掂，你赌神徒弟嗱嗱声变咗衫出嚟。我呢一招唔系成日都得噶，不过我有一招就更加厉害。甩清楚啲吓，甩甩先啊。好，我跟，跟咩跟？你够大咩？你好嘢，咁我唔去啦。系咯。大家投降输一半，制唔制啊？一半咩啊？未睇牌要个输一半，有冇搞错啊？嗱，你而家冇理由，边有投降输一半噶？我喺上面玩都冇呢条规矩嘅。上边系咁啦，你黐线嘅，上边还上边，呢度香港啊嘛，香港嘅规矩咧，投降输一半噶嘛，系咪啊？系呢半你嘅，系呢半我嘅，蚀紧少少啫，俾翻少少你，洗牌啦！哇哇，好下半，我有紧要事啊，我陪你啊！喂，上边上边，喂喂喂，你想割罗青啊？玩多铺，系啊，玩多铺，咁玩埋呢铺嘅咋？今日运气真系好啊！点睇？你揸注意啊！识做，我唔阻人时间啦，晒冷。我跟，好啊，我跟。好嘢，好嘢！厉害厉害，英雄本色，好胆量啊！唉，啱啦，派埋佢啦喎！保护都要甩，咁麻烦嘅你。用翻头先个招啦。啊，都系甩清楚啲先咋？系咯。有冇有条例啊？投降输一半咁怪都有嘅。系咯。好啊，
系啊，呢度兴噶，呢度兴投降输一半噶，我投降吓，输一半咋？好啦好啦好啦，有投降，我就偏偏唔投降，边有铺铺都咁巧噶？十零万啫嘛，阿叔玩得起，开牌啊，唔好事事熟熟。阿叔咩啊？你咁靓仔，都无谓累大家，输一半咪好咯。我中招啊，吹啊！靓仔，你傻噶而家？系啊，我咪叫傻彪啊！兄弟，开个牌睇啊！差人啊！冚唪唥咪喐！咩事啊 Sir？ 我怀疑你睇到醉赌，醉赌打麻将啫嘛，几廿人打副麻将。喂，你做乜嘢啊？阿 Sir， 我发冷，好冻啊！阿 Sir 啊，副牌唔够啊！有冇钱啊？冇啊。Next time you play 麻将 very quietly， let's go。靓仔，阿叔啊三条积，你只底牌又唔见咗。现在我当你得一批烟咋？诶，睇下嚟，咩嚟噶？烟屎，三条烟啊！咦，你做咩啊？我感觉到我特异功能突然间全部冇晒，点解会咁噶？梗系嗰个三叔破咗戒，而家连累埋我啦！死啦！听日仲要去记者招待会，万一倒起上嚟，我帮你唔到添噶。唔紧要嘅，我得噶啦，行啦。点解你忽然间咁晕嘅？哦，冇，因为我啲特异功能咧有啊。因为佢已经冇晒特异功能。喂，你想点啊？我早已经喺大陆请咗个特异功能高手嚟对付赌城。他告诉我，只要你们犯戒用赢回来的钱，特异功能就会自动消失。我是特意装你们两叔侄的。你见他扑街啊！我哎呀！何彩欣，你不要在这搞出人命啊！我这么锡你，不会害你的。合拍，执给他走。你要我帮你做的事我已经全部帮你做了，给我张欠单。这么容易？你利搭利欠我成二百万，你不要以为个样似那个耳蒙就值二百万才行啊。那你只是不讲口齿啫？讲，不过想收回多少利息啫。帮我交水冲凉。你即刻同我拉。你唔好扮嘢，我想要个女人从来都冇话得唔到。贱家，对唔服从我嘅女人，我冇兴趣。你食屎啦！头先嗰两嘢当和咗你帮我做嘅嘢，嗰二百万一个星期内还，除非你上赌神后陪翻我三日。你谂谂，吓？好多谢各位新闻界朋友的来临，家私赌神高进吩咐在下设立赌神号，目的是为了救助世界的贫穷，但是为了不抵触香港的法律起见，我们将会在启航之后驶入公海，等我们诚意邀请回来的几百位嘉宾愉快地度过一日的旅程先回抵本港。至于本轮所有的收益将会拨捐作慈善用途。现在我首先为赌神像揭幕。
你哋眼前嗰个并唔系赌侠，我先至系真正嘅赌侠。先生，你一再捣乱，我嘅容忍系有限度噶噃。你话你系赌神嘅传人，好。你知唔知赌神喺边度？你可唔可以同佢联络？赌神而家正在环游世界途中，呢几日都揾佢唔到。你讲大话，赌神一直都喺巴西。可以当住咁多人面前直接同赌神联络，到时就知道边个真边个假。好，真金不怕红炉火，即刻赌神像面前安排一个长途电话。咁顺摊因着佢出蛊惑。不过如果要分真假，最好系赌一场。如果是真的赌侠，当然会赢。你够不够胆啊？无谓嘥时间，我哋开始。好，开始电脑分析程序。是。电脑分析33%5%34%7%15%King18%Jack， 数据不够，暂时分析不到是什么牌。10万啊。好，我跟。同佢哋打支麻醉针。电脑分析6%是7%3%是 Jack， 不是7就是 Jack。 这条蛇这么恶，我说1元。既然你说我条蛇这么恶，我骚你轻。这么有把握？怕我？这副牌计牌计出钱，你都是条蛇。那我这两匹没得跟你去的。不过我份人喜欢拗颈，我跟开你见我 2pair。 还问我开牌？想偷我鸡？他好像看通了你的牌。因为我是赌神的真正传人，而你两个只不过是骗子。你还在胜仔？不可能，他不可能估到这里一定有很精密的监察仪。电话准备好没？我知道你不死心的，我看你怎么打这个电话。喂，是不是刀姐啊？
喂，喂，点啊？个电话通咗未？冇人听，冇人听。我寻日打电话俾我契哥告白丈夫，又系冇人听我。而家事实证明咗啦，赌你又输俾我，打电话你又打唔通，你两个先系卑鄙无耻嘅骗徒，即刻同我烂。不过当然，听日正式启航，你两个随时都可以上嚟赌几手嘅。我份人好大方，好以话为嘅啫。要不如入翻嚟啦，英唔使啊，俾啲雨淋下都几好啊。等我可以清醒啲，谂清楚点解今日仲佢停。其实都唔关你事嘅，你只不过系输咗俾啲电子仪器啫。谂住点？有乜点？钱又输晒，师傅又一直都揾唔到，人哋听日就赢一大笔钱走，我就眼白白睇住佢将赌神个名搞臭晒，又赌未为输，我哋听日再上去杀多佢一铺。我哋未需求，听日仲要上去一次，俾佢玩多一次你先安乐。而家全世界都认为佢系赌侠，佢先至系赌神嘅弟子啊！唔系我啊，你明唔明啫？赌侠，赌侠只不过个名嚟啫嘛，我就叫赌圣啦，又如何啫？咪一样个猫喺度。你陈刀仔系咪唔叫赌侠就唔识赌钱得噶？我识，我识赌，但系人哋成个赌场都系机关嚟，你有特异功能噶，你可以帮我啊，但系你而家冇晒嘛。佢哋系厉害。但我哋一样有计谂嘅啫，我死唔信人脑会输俾电脑。系可以赢到电脑，我哋仲有计谂添。但我而家冇本钱啊，你有冇啊？我有啊，几多啊？一个二毫半。咁好啊，我而家百思不得，三叔就落喺佢手上，我真系唔知应该点做好。我个唔知点做啦。五哥就落喺佢哋手咯，我又唔可以翻去巴西揾师傅，你而家教我应该点做啊？教下我啊！你两个系唔系男人嚟噶？你讲咩啊？依家我哋啲货位特人，国家都冇咗，我哋都未惊过。你睇你迟问，听日我就要翻货位特，同沙达姆搏命。早就话你条契弟冇胆。中国人是没有用的。没错，他说得对，有些事一个人一定要做。是，还掂我们现在衰到贴地，怕他有牙。好，一于同他练过，一于刀仔锯大树。正出发啦！对唔住，啊，咩嚟？正。正啊，刀仔咧？佢头先打晕咗我，而家唔见咗。有封信，可能佢留俾你。星仔，我谂通咗啦，我决定用翻我陈刀仔嘅身份，上船同侯赛恩再决一死战。你已经冇晒特异功能，千祈唔好追嚟，因为佢哋实在太危险。好高兴认识你呢个朋友，
如果有命回来的，我再跟你喝一杯，保重。刀仔说什么？他自己一个人上了赌船，你怎会来这里呢？我在新加坡收到国际刑警的消息，他是差不多一级的老千都来了这里。我知道他们会对付赌侠。回到来，阿哥和刀仔都失了踪，我找了两天才找到你。我哥呢？你阿哥和我三叔都被他们捉了上船。那我们即刻去。差不多贏了2億，開局2個鐘已經差不多殺了2億，看來今天有機會殺夠4億。先生，這裡衣冠不整，恕不招待，怎樣才算齊整啊？起碼打條胎吧。我有陈刀仔先生，欢迎。喂，寻日输到贴地，今日仲嚟捧场，好难得啊！冇，想嚟赌多盘啫。得，一阵慈善披王大赛，我会亲自落场。不过赌本起码300万美金，成2000多万噶吓。系咯，如果你有咁嘅赌本嘅，我无任欢迎啊。我冇啊。咁我爱莫能助啦。你得嘅，嗱咁啦，借住10蚊筹码嚟。10蚊？嗯，10蚊想赢2500多万。咁你借唔借啊？借，助人为快乐之本。我借够20。唔好意思。我条腰有事，踎唔得低。多谢。使唔使叫大军？唔好，等佢玩阵先。唔该晒。大，买定离手，开啊！好嘢喎，一赔150都可以买中。好运啫，诶，我嘅。绿色唔系好理我，俾你。啊，都系玩过第二样。咁多人买闲嘅，好，买庄，拗下颈先。咁都有牌睇喎，好，买多1400蚊和至得。电脑分析，55% 系二，38% 系 Queen， 7% 系九。睇牌，你睇。啊，行家真系犀利。Natural night， 不过唔紧要，我都系。嗯，庄闲到9点，和啊。诶，人旺啊，冇几可嘅，几大都谂波铺啊，帮我摆落和度啊，唔该。
统分析，78% A 市，20% 系四，2% 系十。佢一系九，一系二，一系八。开个六俾佢，得佢赢庄100蚊。系，开个六点俾佢。盘六点。唔好意思，两只八，我都系六点。岂有此理！我有个习惯，我睇牌嘅时候，至中意摆支牙签喺啲啤牌度，然后就甩嗰只有嗰只。嗯，旁边啲人睇到以为系烟屎添啊！哇，唔玩咯，都成十几万啦，出边嗰100蚊庄算系你嘅 ，OK？ 该仔，你个督仔喺边度咧？唔使问，梗系喺赌场啦。咁我即刻揾佢。而家无论佢输或者赢，我同你都帮佢唔到噶啦。最紧要就系揾翻你大哥同埋我三叔先。嗯，咁我哋分头去揾啦。净系呢度有人守住，一定系揾住三叔同五哥。喂，喂，喂啊！星仔，梦罗，你真系梦罗，定系耳梦啊？我系梦罗啊，因为侯赛恩知道你好迷恋耳梦，所以叫我假扮耳梦，引你同三叔用特别嘅方法，令你特异功能都冇埋。原来系你。对唔住啊，系侯赛恩逼我嘅啫。咁佢哋捉咗我三叔之后，有冇将佢吊起嚟打？挑断佢啲手脚筋，再掹晒佢啲手指甲出嚟，揾盐揦佢个伤口，再同佢用强水洗面咧。咁就冇啊？有冇搞错啊？冇，佢哋对我功力都冇晒，咁你哋捉咗佢打都唔打下，咁你点做嘢噶？你哋啊？佢系好人嚟噶，最衰系嗰个侯赛恩啫嘛。佢系赌魔陈金城个契仔，今次嚟系要对付你同赌侠，替佢契爷报仇啊！点解你要帮佢哋咧？我争佢钱，唉，你争人钱可以同我讲啊！我争佢200多万啊！哦，咁可以同刀仔讲啊！之后佢仲想，佢想点啊？吓？我唔好意思讲。咩话？我即刻出去挑断晒佢啲手脚筋，然之后我会用蜜糖淋喺佢伤口上边，我再会倒扎蚂蚁喺上面乱咁甩咬佢伤口。佢上边请咗个特异功能嘅一级高手，叫做大军嘅嚟对付你啊！最衰我而家啲功力冇晒，如果唔系我唔会惊佢。咁点先可以恢复啊？我以前曾经试过一次失而复得，就系当我见到耳梦嘅时候，见到佢就得噶啦。唔系，咁点啊？仲要。咁点啊？系要要咩啫？我都系唔好意思讲。嗯，系咪咁啊？嗯哼，咁你感觉点啊？顶得住。要我打胎，
唔該，俾幾把煙仔。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只記今。產生幻覺，功力仲可能喺我之上。不過唔使驚，我已經恢復翻曬功力。點解？就係愛情嘅力量。抹咗佢啦。唔好住，我想聞多陣陣唇膏味。一二三六點少。你知道，我知道，個大眼佬都知道，但係都係冇用的。台底嗰度有個掣，個大海一踩個掣，啲掣就會轉。全部買曬曬。積碎曬，即係一點都冇，一點都冇咧就即係細。我爺唔該。喂，做咩啫？嗯，我哋贏咗啦。唔好理我。咩事啊？冇事。俾我睇下啦，乖乖地俾我睇下咧。我揞到個鼻，痛唔痛啊？好痛啊！乖乖地收聲啦。哦。咁咪好孩子咯。各位各位，呢鋪啲色有啲問題，我宣布呢鋪冇效，攞翻啲錢再玩過。好啊。仲有五分钟慈善披王大赛就开始，我睇你嗰三百几万都变唔到二千五百万啩？咩啊？大眼佬铺铺发工搞乱档都唔系办法。我哋不如。呢铺好路噃，我买一百万，下铺买一百万，呢铺唔买住。咁贫能啊，顶得住冇？
姐姐，唔该，搵水。咁贫能啦，系咯系咯，啊！冇时间，帮我买晒佢。唔该，烟仔唔受噶，买烟赔烟啫，唔得噶，唔得嘅咩？我对唔住咯。1300，帮我谂到后装。晚七点，始终都冇钓到师傅嘅家。装八点，装赢。喂，你扮女人个样好淫啊！后生，唔好意思，我已经赢够2500万，我谂我可以参加慈善披王大赛。任何人有300万美金都可以参加。大个意思啊！厉害厉害！嚟嚟嚟，喂，咩事啊？做咩入去啊？做咩唔好入去啊？惊我踢爆佢啊？吓！你入到去啦，你翻出去啦，翻出去。你系我啲朋友。咁你系边个啊？我系你老细啲朋友。你识我老细咩？你老细系我啲朋友，清楚？我你清楚？我老细你我清楚嘛？吓！唔好踢爆佢住，我哋要喺赌台上面堂堂正正咁赢侯彩欣一幕。龙九咧？他刚刚救了大哥回来，现在去救紧龙五。好。你话事啊？300万啦！第一铺你系 show hand， 我谂你冇一只大得过我一只啩。第一铺冇理由俾你抛掷嘅，我跟。我陪下你哋癫啊！大伯200万，我大你500万。好彩，
跌落你度，我咪摸得到。派埋俾佢，过嚟见我三条狗。对唔住，系花。揸住烟屎倾，你都 show hand。我谂你冇听过烟屎倾揿住拎顶啦。我是但撞一撇都大过你，又可以撞蛇花。如果咁样都唔 show hand 嘅，咁就不完到啦。两个人赌单调啲，大君系攞几钱搭我脚赌，睇怕我哋两师兄弟都要一齐落场。喂，睇你咯，我想做啦啦队，唔得。而家我哋唯一嘅障碍咧就系嗰个单眼佬，如果个单眼佬冇咗特异功能而你有嘅话咧，我哋系赢紧啦。咁系，有冇办法？啊，哦，呢度系咁。一坐得有得话事，就攞300元玩下。300元。根有胆识点啊？冇问题。我俾你话700万，晒你啦。跟你就晒啦，跟啦，跟。我想他们两个没了钱，我这里有2000万，我想你都是差不多。不如这样，我们就浪费这一盘。好，就跟你赌这一盘2000万，得就开牌。三条五是怎么赢我啊？暗恋我都不可以在那么多人面前扬出来啊，这铺牌即是算点才得啊。你个扑好，我看你点赢我。花敢不够打俘虏的？花你都打到我俘虏，那你老豆都变鬼佬了。如果花加条蛇又够打帽啊！
哎呀，哇，同花顺喎、啊！我老豆何止会变鬼佬啊，直情可以变做你老母啊！所以生到你只眼咁露头，点解会咁噶？我明明捉走你嘅底牌噶，咪哟！我一早就知道你可以变走我嘅底牌，所以我一早将只底牌换咗俾星仔。你变嗰只只系星仔嘅底牌倾啫。你两个扑街冚家铲！哦，未散工就讲粗口，今次轮到你冇特异功能嘅啩啊！乌嘴狗，大君你边？我都冇晒特异功能啦，仲留喺度献世咩？各位，麻烦大家退一退席，我有啲私人嘅事要解决。卑鄙下流，无心道兼无厘头，教坏晒啲后生仔，败坏社会嘅风气。好在阿叔几廿岁，唔惊你。侯翠欣，睇嚟你仲冇封到你契爷喎。系啊，不过我比我契爷聪明，佢中咗赌神计，未出公海就杀人。系咪公海？已经系公海啦。咁我而家攞正牌杀人，要佢。坏局嚟噶，执翻啲枪佢。顶住啊！九妹，我掩护你，你去救刀仔。教我噶，喺公海杀人，香港政府都冇权拉我，净系呢只船嘅注册国家先可以拉我。道侠，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吓，放过我。你而家惊啦咩？话俾大家听，边个系道侠？各位各位，我系陷害呢位道侠嘅衰人，我贱格，我系无从嘅，佢先至系赌神嘅传人道侠。是我特登出钱嚟签你哋嘅，同佢一啲关系都冇。
咁梦罗争你嗰条数又点计啊？啊，唔使还，唔使还。我哋系啲借钱唔还嘅人咩？咁你想还都冇所谓。我帮你还，攞住。吓，一个二毫半。咁你而家唔使杀我啦。呢支枪六粒子弹都用晒，我想杀你都杀你唔到啦。刀仔，你冇事啊嘛？你冇事啊嘛？冇事。龙九，船一拍埋岸，即刻帮我报警，拉咗侯翠欣噶啦。小心啊！个家姐咁蛊惑，喐佢，收到。啊！咁我贏翻嚟嘅錢咧，又要攞去濟貧嘅喎。啱。咁以後你用特異功能贏翻嚟嘅錢咧，就輸曬俾我咪得咯。哦，我明白啦。我輸曬俾你，咁你好多錢啊，我啊夠曬貧啦。你再用你嘅錢嚟濟我。啱啦。咁以後你嘅錢咧即係我嘅錢，我嘅錢咧即係你嘅錢。咁以後就乜？邊個話噶？多謝。嚇！